男人没一个好东西，你说呢？昨天晚上干嘛去了？ 说说说，跟你说了吗？我昨晚在家来着，你给我打电话。你敢骗我？我没骗你，真是讨厌你这人！你别对着我。 新交男朋友啊？不是，他昨儿回新加坡了。你那帅哥呢？早分手了，谈恋爱多累啊！现在我是孤家寡人一个。分手了？孤家寡人？你的眼神多着呢。什么意思啊？有什么话直说，别在这拐弯抹角的。 肖医生，什么呀？喂，你干嘛？你变态呀你！真够味儿啊！烟草香水味，肖医生专用。别在这瞎说，讨厌。
是逢场作戏，干嘛认真呢？佩佩，刚刚给你打电话的是肖医生吧？我知道，你们俩以前好了很长时间。他现在只是应付我，他在乎的是你。你新鲜。他应付吗？你是说，他是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可是他跟我说已经跟你分开很长时间了。不是培培啊？说什么呢你？我早不跟他来往了。他玩我？我们也玩玩他。怎么玩？我们装着争风吃醋的样子，狠狠地敲他一笔。你现在所有的房产，包括你的诊所，都在你太太名下。你想没想过，如果有一天把他惹急了，他甩了你，你彻底完蛋。别太花心了，好好教训教训他。你拿出50万分手费，从此以后，你爱干嘛干嘛。他有钱，我们有的是时间。好啊，我们就玩他。来，张嘴。好的。这疼吗？嗯嗯嗯。这个呢？嗯嗯。肿的时候还可以啊。嗯。这。嗯嗯。珊珊小姐，嗯，我看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剩下那两颗呀，我过两天再给你弄，我怕你一次受不了。嗯，那好吧，那我等你电话。好的。那可千万得给我打啊。你放心吧，吴霞啊，你帮珊珊小姐收拾一下啊。嗯，好的。肖医生，才11:01，用不用我去买饭？你看着办吧。哎，那个。算了，忙你了。好戏看了，让他大出血，要10万块钱才给你，20万，那就30万，50万，我们一人25万，好，就这么定了。戏这回就要上演了，你可是绝对的女主角啊！嘴真甜，别光捧我的场啊！我是女主角，但你一举两得呢。咱们不是好姐妹吗？对，好姐妹啊，就是好事坏事一起做。哎，电梯来了，我走了啊，拜拜。来看报了啊！来看报了，看报了，看报了啊！培培，培培，培培，小思成。发过誓，除了你老婆，只爱。
开我一个人，可是你现在连我女朋友也给搞上。你想干嘛呀？我想干嘛？我能对你怎么样？不过我会去找波波算账。那又怎么样？你们俩毕竟是一对好姐妹。当然，我还会去告诉你的太太。你还了解了我太太？你太太在深圳开了一家大公司。是真正的女大亨，而你呢，一个小地方来的人。如果没你太太的资助，你能去国外留学吗？并且我还知道，你现在所有的房产，包括你的诊所，都在你太太名下。你想没想过，如果有一天把她惹急了，她甩了你，你彻底完蛋。我敢肯定，你不想再回到过去的苦日子。最重要的是，你的脸面全无。你了解的够多的。萧思成，我老实告诉你，我早就防着你了。你害怕吗？那你到底想怎么样？你还不了解我吗？我这个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想干什么，我就会干什么。你这何必呢？我们俩毕竟好过一次。我早就想明白了，这个世界上花花肠子的男人，没一个可靠的。算我自己太痴情吧。这样。你拿出50万分手费，从此以后，你爱干嘛干嘛。你可以继续你的风花雪月，而我呢，马上从这儿搬出去。眼不见心不烦。你疯了吧？50万对你肖医生来说小菜一碟儿。你知道我的钱都在我太太那儿，一时半会儿我上哪儿给你找50万去啊？没关系啊，你拿不出来，我跟你太太要。苏小培，你狠了点吧。我狠还是你狠？告诉你，是你背叛我，按我过去的脾气，给我1000万也解不了我的恶气，我早收拾你了。做事儿可不能做绝了。我绝吗？我绝还是你绝？啊？太太还有6天就回来了，你自己看着办。苏小培，我告诉你，你别逼我。我逼你了吗？没逼你，大不了鱼死网破。好，好，你先冷静冷静。我们俩都冷静冷静，你总得容我想想办法吧。你到哪儿拿这个钱，我管不着。今天就得把钱给我，不然我们都难堪。你要是不仁，我可就不义了。到这份上，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你别打算往后拖，拖得了今天，拖不了明天。你要知道，这女人狠起来，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我答应你。
今天就把钱给你，我们俩也算是两清了。肖医生，神明电机公司的白先生今天打电话了，本来约的是今天下午1:30，可他要求改成2:30。我查了一下，今天下午没有其他的病人，所以答应他了。今天下午取消，你跟他另约时间吧。啊，好的。肖医生，你该吃饭了，都12:01了。波波，你可真行啊，出了这么大事儿还有心思健身啊。还不都怪你啊，我给你发短消息到现在有1个多小时了，现在才想起我。没办法呀，诊所里一个病人的牙我做了一半就赶过来了。你去找培培了吗？我想过来先跟你商量一下。他是冲着我来的，你当然不担心了，你们这老夫老妻。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种话呀。哎，你看，是雅培。喂，雅培，是我。哎，有话好好说嘛。这跟卢波有什么关系啊？好好，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你要敢来砍我，你千万别找卢波啊！我警告你。事闹大了吧？肖思成还没怕过谁。怎么了？是雅培吗？是培培给我发的短消息，他说他不想活了，可是他们家的手机都打不进去，我担心他出事儿。不行，我去他们家看看他去。好。哎，那我到你家等你啊。
喂，你怎么了？什么？你一定要冷静啊！我马上过来。思成，思成，波波，怎么回事啊？佩佩死了，佩佩死了，佩佩他死了。你听我说，一定要冷静啊！你报案了吗？思成，不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真的不是我干的。你冷静点，听我说，慢慢讲啊。是不是你刚刚对他态度不好，所以他怀疑我怂恿你啊？你怎么知道的？刚才发了个短信息说，如果我要是不把他杀了，他就把我杀了。思成，警察要是发现了怎么办呀？我怎么办啊？这下麻烦大了，就算把苏小培的手机毁了也没有用，中介公司一查就能查出来。再说，又是你第一个进入到现场，更是说不清楚了。思成，你救救我！你别急，你别急，你听我说。哎，我看这样好了，你先躲起来，等警察抓到了凶手，你再露面。听你的，我听你的。把眼泪擦擦，咱们赶紧走。啊，走。错了，这回对了。同志你好，在这办公室。第五重案队的。啊，哎，队长，队长来了。来，队长开门。哎呦，这边。哎，那个谁负责现场访问啊？边所长。哎，边所长，边所长。哟，端木大少长，来的真快啊你啊！哎，边所长，快可不快，刚才差点走错了。是吗？哎，边所长啊，我们的端木探长已经被任命为市局刑侦总队第五重案队的队长，是吧？你想啊，好事儿啊！祝贺祝贺。好、哎，谢谢啊。其实什么长不长的一样，老本行。哎，你们几个帮着看一下现场啊。哎，边所长，你简单给我介绍一下。啊，好，是这样啊。25分钟以前，这个小区的保安在做例行巡查的时候呢，发现这户人家的门是虚掩的，于是他就进来看了一下。当时屋里是黑咕隆咚的，他打开手电筒一照，结果发现女主人已经倒在沙发上，已经咽气了，就是那张沙发。然后这个保安马上就封锁了现场，并且报了案。女主人情况怎么样？她叫苏雅培。啊，苏雅培。啊，对，嗯，是一个离了婚的单身女人。嗯。好像是在做传销什么的。我们已经对尸体做了初步的勘验，并且拍了现场的照片。嗯。从现场的情况初步判断，像是凶手用硬物连续的击打受害人的头部致死的。现在尸体已经被抬走了，做进一步的检验去了。租的房子吗？啊，对，租来的。凶器找了吗？没有，我们现在还不能判断凶器是什么。现场那个走访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刚才趁着周围的住户还没有休息的时候呢，做了一个比较细致的采访。嗯。情况是这样，他们似乎对死者并不了解。不了解。对，平时没什么来往，所以也没什么印象，而且整个一天，他们都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的情况，没有听到任何异常的响动。嗯。所以我们了解的情况就这些。喂，谢谢边团长，谢谢啊。我给你介绍一下现在的勘查情况啊。这个现场呢就在这个客厅内。嗯。死者是一名女性，嗯，30岁左右，
身高1米68，中等体态。这个尸体啊，就侧卧在这个沙发上。嗯。啊，头朝东南。嗯。脚呢朝北。嗯。而且头部有多处的钝器伤。嗯。这个中心现场周围啊，没有打斗的痕迹，而且地面也没有足迹反应。嗯。分析应该是被擦拭过，而且这里就应该是原始现场。报告公开。刚出来，看。据这个报告显示，死者的头皮大部分组织缺失，枕部右侧的颅骨粉碎性骨折，还有他的左前臂中上段片状皮下出血。哎，等。啊，片状皮下出血。他的胃内容结果显示呢，死亡的时间应该在今天11:45到下午2点之间，致死工具应该是钝器。什么牌的？哟，这谁看得出来啊？还吃了一口，像是达达牌的。苏亚雷死得太冤了，我现在都不敢闭眼睛，我一闭眼睛，我就能看见他的影子在我眼前晃。人是有灵魂的，那他一定盯上我了，他一定盯上我了，他想让我死。苏亚培不会来找你的，你们俩毕竟是一对好姐妹。好姐妹啊，就是好事坏事一起做。来，换总一下，谁先说？死者呢，今天12:40，往13003053105的号码打了一个电话。据查，这个号码的机主啊叫肖思成，是一个私人牙科医生。可是目前呢，手机关机，住处无人。嗯。死者接着在12:42往13901964922的号码上发过一条威胁性的短消息，已经查明了短消息的接收者叫卢波，也是一个离婚的年轻女人，似乎和这个苏亚培的情况相同。现在呢，手机也关机，住处也没人。向东、大潘，你们俩对这两个人的住处实行侦查。哦，去吧。嗯。哎，小雨，等一下啊。啊，队长，请吃饭。吃饭？吃饭可不吃饭。吃这个。队长有没有搞错呀？当然没搞错。苏亚培吃的就是这个。啊、哦，你是想让我装回老天真啊？小雨年纪还装老。厅长，这十根吃完了以后，把所有的时间加在一起除以十。就是平均时间，嗯，回头告诉我啊。好。哎，吃出糖尿病了，算工伤。那吃胖了算工伤吗？胖了吧，胖不挺好的吗？就是嘛。那照这么说，咱们队长不天天工伤了？就你小子话多，赶紧走了。哎呦，哎。
肖医生平时都很准时的，8点钟一定到。啊，谢谢啊。请喝水。谢谢谢谢。肖医生，刑警队的两位同志找你。哎，你好，刑警队端木红。你好，李小雨。你好，咱们里边坐吧。行行行，谢谢啊。肖医生，按照您的吩咐，今天早上8点半的那位病人，我已经和他另约时间了。哼，谢谢。两位随便坐。哎，好好好。哟，书不少。肖博士，刚才听小护士说，您把早上8点半的预约给取消了，看来您是知道我们会来找你啊。今天早上停车的时候，保安们都在议论，说对面莲花公寓发生了一起凶杀案。知道死者是谁吗？苏雅培。认识？岂止认识，博士话里有话呀。苏雅培是我的病人，也是我的女朋友。博士不是有太太吗？而且博士的太太在深圳开了一家不小的公司啊。我承认我跟苏雅培有婚外情，至于她的死，我也很难过。博士够坦诚，这是我应该做的，当然最终也是为了自己。博士昨天去过苏亚培家吗？没有。您最后一次去苏亚培家是什么时候？我从不去他家。从来不去？从来不去。哦，我们俩每次约会的时候都在我家里，或者是在这儿诊所里。那博士昨天晚上可没有回蓝天大厦的家呀。我有好几处房产。哦，那博士，关于苏亚培的其他情况还有什么可以向我们介绍的吗？暂时没有了。好，那博士非常感谢，谢谢您的配合。应该做的。那有什么事我们再给您打电话，我们先走好吗？好的，不送了。好好 好，再见啊。博士，我还有件事想麻烦您。请讲。是这样，您和苏亚培的这个关系吧，我们想请您去苏亚培的家里坐一坐，在那个地方呢有些情况我想向您了解一下，您是不是配合一下？没问题。哎呦，肖博士真好，谢谢谢谢谢。那我们在外面等您好吗？好的，我安排一下。好好好。哎，那不是，顺着眼神儿找，应该配个镜子。
肖博士医术精湛，远近闻名啊。哪里，我只是敬业罢了。您是刘英的博士吧？对。我看您那个毕业照真的很漂亮，背景是哪儿？泰晤士河。对，就是那儿。肖博士啊，您走过了，就这儿。哦。肖博士，您问一下，几楼？17。啊。肖博士。这边请，肖博士。来来，肖博士，来里面请。博士，您看一看，这个房间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说过，我没来过这儿。哎，肖博士太敏感了。我的意思是，您和苏亚培关系那么不一般，一定知道一些他的一些特点。所以您看一看这屋子里现在有什么不一样的或者改变了的地方。这你让我怎么说呢？来来来，肖博士请。行。哎，博士。谢谢。假烟，塑料的。队长真有办法。不是，一种习惯。咱们每个人都有习惯，就比如说肖博士您吧，就不习惯坐着三人沙发。哎呀，跟你们警察在一起真是太可怕了，什么事情都能联系在一起。不是，玩笑而已，您别介意。肖博士今天上午把所有的预约都取消了，好像知道有事要发生。你先看看这个。哟，这是卢波昨天上午11:14发给您的信息啊。肖博士，一个人对付两个女人，您精力太充沛了。哎呦，从昨天到现在，我们一直联系不到卢波，我们相信您一定知道他在哪里。昨天晚上你们两个人同时关机，又同时失踪，今天上午您取消了所有的预约，现在又给我们亮了这么重要的一条信息，看来您已经做了决定了。卢波在我的一处别墅里。这么说，卢波把一切都告诉您了？他只是说去找苏亚培，发现出事了，因为怕自己说不清楚，所以就没敢报案。那您为什么没有及早报案呢？鉴于我跟他们俩之间的关系，我也有些顾虑。哦，去别墅，请。队长，我是不是在车上等着呀？行。那您在车上坐着吧，好吧。哎，好的。是叫卢波吧？
佩佩，是我害了你，不，是你害了我。我们是公安局的，跟我们走一趟吧。我发誓，我是一个好人，不是我干的，真的不是我干的，真的真的不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队长，卢波现在已经送进医院了，情况怎么样？医生说他的情绪很不稳定，建议住院治疗。你看，我就说吧，卢波不是很有城府的人，没那么多心思，经不起什么事儿。好了，先不说了，通知大潘他们俩准备开会。啊，好，走。说说吧，说说说说。行。现在看来啊，嗯，这就是一起两个女人为一个男人争风吃醋而引发的凶杀案。理由：第一，12日的中午11:14，卢波给肖医生发了一个意思非常明确的短信，声称苏亚培要找他拼命。于是卢波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就先对苏亚培下了手。第二，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人能证明有人先于卢波进入案发现场，对吧？还有第三，案发后卢波急于找肖医生，这也合乎情理啊，是吧？因为他正和肖医生打得火热，从而引发了苏亚培的妒忌。那么肖医生出于和卢波的新关系，自然不会拒绝卢波的求助。还有第四，案发后卢波从惊慌失措的逃避到精神失常，这也符合一个初次犯重罪的女人心理特征。当然了，这些都是推理和间接证据，直接证据啊，咱们听大潘介绍啊。嗯，啊，我这儿是这样啊，法医呢最初在苏亚培的左手臂上发现了一个牙齿的咬痕。大家想想，打架的时候张口咬人，典型的女人嘛。嗯，而且最新的这个鉴定报告也出来了，来看一下啊。报告上说，卢波的牙齿特征和苏亚培手臂上的咬痕完全吻合，这就是最直接的证据吗？我建议立刻逮捕卢波。队长，起草结案报告吧。人不是卢波杀的。盯着我干嘛？盯罪犯。难道卢波不是罪犯吗？杀害苏亚培的不是卢波，而是另有其人。不可能。不可能。大家仔细看看这条裙子，叠得相当整齐。能够把这种裙子叠好的，她不太可能是女人。女人会把这种质地的裙子挂起来放进衣橱里，只有没有料理女人衣服经验的男人才会把这种质地的裙子叠好放在那儿。这是男性作案啊，明白了？廖宇，对不对？队长，你太可怕了。你们都没仔细看过苏亚培的衣橱，你们看了吗？苏亚培的衣橱我看过，卢波的装束我也注意过，这两个女人都不可能把裙子叠起来。即便是一个男人折叠的裙子，也不能证明他是凶犯呢。好啊，好啊，来来来，咱们大家看看啊，现场的痕迹鉴定报告。现场那几条内衣裤还有裙子上发现了沾上地板的灰尘，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几件衣物曾经掉在地上过，很可能是被害人在搏斗或挣扎中所致。显然这是一个伪造现场的举动，一个没有作案行为的人
不会去伪造现场。有点意思。这个举动是有点多此一举。不是。他是有意给我们提供一条信息。他是想告诉我们，受害人是在没有任何心理防范的情况下突遭杀害，所以现场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一切井井有条。他想让我们认为这是一起熟人犯罪。队长的意思是？别猜我的意思，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无论什么样的罪犯，无论他怎么样有心计，他都会出纰漏。好了好了，现在布置任务啊，你们仨里面得有两个人轮流去监视。监视谁？还有谁啊？当然是那个不会料理女人衣物的男人呗。行了啊，我发现你就能欺负新手。哎，怎么着，你们仨谁跟着我啊？行，咱们大家都知道蹲点是刑警的基本功，最熬人，可是也最练人，最练咱们的毅力和耐力。行，没人吱声。好，那这么着，我写个人名写手上，谁猜对了谁跟着我。猜吧。啊 ，Lady First， 女士优先，来。端木。你肯定啊？蒙呗。嘿，瞧人家，蒙对了。啊？莫名其妙吗？什么莫名其妙？这叫情理之中。你小子什么意思啊？不是，队长，我的意思。是让警校的高材生有一次近距离和你学习的机会。哦，对，新人嘛，得重点培养。啊，赶紧的，干活了。你小子就是话多。队长，嗯，我刚才的配合默契吗？这默契不默契的？按常理说，你推开我给你的笔是没有道理的，除非你是想暗示我，你写的不是我的信，对吧？行啊，开始琢磨我了。接着呢，你又郑重其事地拿出你自己的笔，这个动作很夸张，你再进一步地暗示我，你要写你自己的信，推理成立吗？不得已，我之所以拉你来，是因为受害者是女性，拉你来方便。听你一句表扬怎么这么难呢？哎，没感觉了吧？逗你呢。逗我？我是队长，你胆子不小啊你。不过我说队长，你平时穿的山清水绿的还是有道理的，生活经验很丰富啊。丰富？嗯，丰富可不丰富。不过我觉得做人老婆很幸福，裙子之类的事儿又有丈夫照料着。话里有话。肖宇，说正事儿。我想说的是肖医生，肖医生平时和他的老婆聚少离多，叠裙子之类的事情肯定很少去做，所以照料裙子肯定没有经验，你觉得对吗？开窍了，我告诉你，这是对的。肖医生，他的嫌疑才最大。那咱们什么时候动手抓他？你着什么急啊？你以为玩游戏呢？我先带你啊，好好认识一下咱们这位肖医生肖博士。正好，吃了那么多棒棒糖啊，得让他去看看我的牙蛀了没有。哎，对了。一根棒棒糖吃完多长时间？25分钟。好。哎，你说抽烟的人要都是改吃棒棒糖，这挺不错的。队长，你的思维也太跳跃了吧？跳跃可不跳跃。哎，对了，回去以后你别忘了给我证明啊，那棒棒糖是我自己掏钱买的，15块钱呢，报销。炸大棒红肠，怎么样？有意思吧？没意思，不喜欢吃。
谁让你吃了？这跟咱们在现场发现的那根一模一样。什么牌的？哟，这谁看得出来啊？还吃了一口。长差不多30厘米，颜色都一样。我就一直纳闷，你说苏亚培买了这么一根肠回家，怎么就吃了短短的2厘米？嗯，有点意思。行了，回家吧。回家？这么快就回家？可是我们警校老师说……你们警校老师说什么我不管，我说了明天早上给你打电话。今晚又睡不着。队长，找不到啊。要是能找到的话，早就找到了。正午带脚，你慢一步他就跑了。没事，早跑。李小雨，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听到你这么说。哎，别队长，我找你是这么回事，请帮我再重点访问一下案发现场楼下的群众，看有没有新线索。好，谢谢。小雨，哎，走。哎，小雨，哎，有什么新情况吗？哎，你别老这么一本正经的，行不行？来，哎，大夫，不是这颗，这边这颗，您磨错了，哦、小雨。对不起，对不起，是我错了，我脑子有点走神，哎，实在不好意思啊。吴霞，快倒杯水。吴哎，张队长！哎呦，老边，哎、你好，等你半天了。哎，你好，那个，这位就是李先生。你好，李先生。你好，非常感谢啊。那个，麻烦你把情况再跟那个张队长说一下。哎、行，我这个人呢，天生就是倒霉啊。我倒霉吧。喂，现在啊，马回来。你忙你的，没关系。喂，李先生，咱们里边请。行，好好，哎，好吧，好。来，李先生。哎呀，真得谢谢您的配合。对对对，应该应该。来，您坐。
李先生，麻烦您再介绍一下吧。那什么，我呀，就是在这个莲花小区旁边摆报摊的。前天，也就是12号，中午11点多，突然从天上掉下这么个。正好砸到我脑门上，我当时很生气，可是气也没有用啊，我骂没人理我，也不知道谁家怎么缺德，随随便便往床底下扔东西。哎，您继续。我这个人啊，一生不走运。你说买彩票打水漂，炒股票给人家做贡献，做生意吧本儿都赔光，好不容易说摆个报摊儿啊养家糊口，还遭这种事。嗨，人生当中很多苦恼，我理解李先生，苦恼多了。你说我啊，桃花运走不上，啊，还让这玫瑰花给砸着。我看一眼，没伤着吧？伤是没伤着，可是你说我也够倒霉的，这一天功夫让人砸2回，又砸了一次，可不又被砸了一回吗？也就是过了1个钟头，我这又让人给砸了，正正砸在脑门上。要么说这老人说的话是太对了，这人要是走背字儿，这喝凉水都塞牙。你说我这短短一天功夫让人砸2回，我就纳了闷了，这人怎么砸得这么准，这回回都砸我脑门上。李先生还能记得这红船头掉下来的时候大概是几点吗？12点吧。12点。对，12点。当时啊，我正在听收音机广播，这个叫相约50，我最爱听的栏目了，我每天都听。当时我正听着呢，当这红长头就砸到我脑袋上了。您当时怎么没报案呢？嗨，我呀寻思是什么人给我恶作剧，万一报到警局去再惹出什么大笑话。但我又一想，他万一有什么关联呢，我就把这红长头啊给存起来了。今天呢，我路过莲花小区，就听人在那议论说小区里啊发生命案了。哎呦，当时我一下就想起这红长头。啊啊，那您能带我们去那儿看看吗？成。哎呦，太好了，那咱们现在走好吗？行，没问题，走。李先生十分感谢啊。哎，应该的。小高，把桌上东西帮我收一下，回来我处理。就在这儿，一点都没错。我发誓啊，那天那2样东西全是从这儿掉下来的。哎，我再也不会在这个地方摆摊了，我得离这倒霉地方远点。林先生，我跟您说啊，人生里有些道你绕不过去，该走还得走。您呀，回来摆摊吧，没事儿。哎，老杨，红绳上的血迹和受害人的血液样本是一致的。嗯，又麻烦你了啊，客气，谢谢啊，客气。现在能确认是肖医生了吗？我一直就没有动摇过。可是苏亚培手臂上清清楚楚留下了卢波的咬痕，这是最直接的证据。那咱们怎么推翻他呢？这先甭管，我心里有数。哎，我交代给你的事呢？哦，卢波现在在医院。可是据查，以前他每周1、3、5中午12点都要去万科健身房健身。12号周几？周三。去健身房。好。12日星期三，卢小姐提前5分钟就到了。通常她不迟到，每周1、3、5练1个小时。那天她是一点之前走的，还是一点之后走？后来来了一位先生，她就提前走了。那先生长什么样？通常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都很知趣的走开了。只记得那位先生很斯文。哦，谢谢您，马教练。好，没关系，谢谢您的配合。好，再见。好，再见。喂，是端木队长吗？啊，对，我是肖思成啊。
我想找你谈谈。啊，好，那一会儿见。哎，知道了吧？苏亚培遇害的时候，卢波正在健身房健身呢。突然真的很奇妙，光无心插柳柳成荫呢。嗯，往往一些看似没有关联的事情，在我眼里，它都是必然的。为什么呢？甭着急问为什么，过几年你就明白了。等等，我这急性子哪等得了？好啊。我就喜欢急性子，这罪犯要都跟你似的，好对呀、啊！喂，哎，小雨，告诉咱领导，对，就说肖医生出门了。哎，我在后面辆车上跟着他了。肖医生帮咱们头看牙来了，你就睁着眼闭着眼吧啊！你们急。德牧队长，真的很抱歉，那天你在向我询问案情的时候，我没有完全讲实话，主要是心里顾虑太多。有话直说。你问我十二号那天去没去过苏小培家，我顺口说没有，后来在你的追问下，我干脆说从来没去过，现在想想很后悔。哦，事实上，十二号那天，我接到了卢波电话，马上就赶到了苏亚培家里。我当时害怕自己被卷进去，所以就顺口说了假话。您现在可以说实话。人命关天的大事，我怎能瞎说？万一无意中我误导了你们破案，那我责任可就大了。那现在心里可以轻松了吧？有你这句话，我今晚可以睡个好觉了。肖博士，您今晚一定可以睡个安稳觉。那我就顺便问一下，好了，上日中午11:20左右，您离开了诊所。当时您的助手还问您要不要买好午饭，也就是说，卢博一给您发信息，您就出去了。之后12:01您返回诊所，还是您的助手问您。都12:01了，吃不吃午饭啊？这两个时间没错。我不知道端木队长什么意思。我就是想知道，从11:20到12:01之间，这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博士您去哪儿了？我只是出去随便转了转，诊所里太闷了。那对不起啊，再问一下啊。您在12:01回到诊所之后，凳子还没坐热呢，就又出去了。这回，不是出去转转了吧？端木队长，这些你都知道啊。12号中午11:01，卢波给我发了信息，说苏小培要闹事儿。当时我心里很烦，所以就出去转了一圈。等回到诊所后，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后来想想。还是应该先找到卢波问问情况再说。哦，那我就搞不懂了。您那天12:01回到诊所的时候，告诉吴小姐把下午的预约全都取消。如果是为了取消预约的话，您打个电话给吴小姐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非要赶回诊所呢？端木队长，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普通人在生活中做很多事情往往都是很随意的。我们一些行为未必都那么严谨，或者说都有明确的目的。德牧队长，如果是这样过日子的话，我作为一名医生要给你一个忠告，你早晚有一天会这样累死的。不好意思，没有恶意。肖博士，我真有可能会过早的累死啊，这句话说的我都没话讲了。肖博士，您真厉害。请别误会，端木队长有问题随便问。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您看，苏亚培和卢波都是您的病人吧？对，卢波是苏亚培介绍来的。哦，哦，谢谢谢谢，我都忘了给咱们肖旦博士上茶了。队长的珍品绿茶，好喝着呢。哦，谢谢两位，不过我不喝绿茶。哦，我忘了，您是刘英的博士，只喝红茶。要不您尝尝队长的伯爵红茶，武汉产的。不好意思，我只喝英国著名的格雷伯爵红茶。你们这附近就有一家酒吧，可以享受到纯正的格雷伯爵红茶，还有姜汁饼干。还有姜汁饼干？对。那您带卢小姐去过了？当然去过。可是那么硬的姜汁饼干，卢小姐的牙能咬得动吗？没问题，我刚给她做了两只烤瓷牙。哦，你看我一说起来就没完了，不好意思啊。多蒙队长公务繁忙，我就不打扰了。谢谢肖博士，不过我们可能还会再打扰您。没问题，我随时恭候。那非常感谢，不送您了。好，再见。再见。我捡东西落办公室了，还得回去拿一趟。不好意思啊。哎，什么？快停车！停车！喂，哎，吴小姐啊，我端木红啊，哎，你好，你好，麻烦你帮我查一下卢波小姐的病历好吗？好，我等着。喂，哎，你讲，没有？这样，麻烦你帮我再找一找，好吗？我会让肖大夫在外面多待一段时间。好，谢谢。好，再见。小雨，见鬼了，人跟丢了。哦，嗯，完了。川木队长，还是被您发现了，肖博士厉害啊！您怎么知道我拿您茶杯了？这很简单，我面前的茶香味没了。简单？简单可不简单，真是太不简单了。比不了你们警察呀，总想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话里有话呀，肖博士，这茶还没喝，我就品出味来了。哎，多木队长。你怎么知道这时候我会在这儿啊？肖博士，您怎么知道我是来找您的呢？看来我真的请你喝杯茶了。不胜荣幸。喂？喂？哎，你好，你好，你好。端木先生，真的很抱歉，
您叫我找的资料我没有找到。哎，好好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啊。哎，好，再见。肖博士，再见。喂，小雨啊，哎，赶紧回队里拿一个搜查证，今天晚上就去肖大夫诊所，动作要快啊。好。哎呦，我说大潘，你就别刨根问底了啊。哎，行行行，我只能告诉你，对象请头喝了杯茶，现在已经回别墅了。哎，你这家伙现在还跟我装大辈儿是不是？你不知道你怎么回事了？这光天化日之下，你让对象在你眼皮底下没了，你说什么事儿啊？我告诉你啊，你准备下岗吧。哎哎，你别急，你别急，真的。哎，你这样，你老老实实的叫我一声叔叔，我帮你出出主意。喂，啊，头儿，对象一直待在别墅里，对，没有出去过。好，嗯。肖医生，今天上午的病人安排不变吧？还有15分钟，病人就到了。你们是来找肖医生的吧？啊，他出去了。肖玉姐，肖医生没出什么事儿吧？啊，准备跳槽吧。喂，你们到了吗？哇，我已经到了，我现在上来。嗯，肖医生，端木队长，怎么没有在诊所里啊？这儿安静，有利于思考。嗯，这儿是挺安静，是有利于思考。哎，假烟，您又忘了。你看，到底不是警察呀，对这些细节总是记不清楚。嗨，再说老百姓见警察，总难免有点紧张啊。紧张？紧张可不紧张，肖博士，您在我面前还没紧张过。队长这次来，是否要告诉我案子有什么新的进展啊？不愧是肖博士，真厉害，真聪明。我这次来真有个好消息，杀害苏亚培的犯罪嫌疑人，我们已经找到了。你们抓到凶手了？抓可没抓到，不过，你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个案子，肖博士，您难逃干系。你终于说出来了，不过我告诉你，你想错了。我有自己不在现场的证据。肖博士，不管您有什么样的证据，这个案子您逃不了。不过您有什么证据，我倒很想听听。12号中午12:40，苏雅培给我打过电话，说他要去找卢波拼命。你看，继续。哎，你看，雅培来了。紧接着，苏亚培就给卢波发了条信息，威胁说不是你死就是我死。怎么？卢波当地就给苏亚培打电话，可家里和手机都不接。卢波当时有点害怕，叫我去他家等他，然后自己去找苏亚培说清楚。12:50，卢波给我打电话。喂，你怎么了？什么？你一定要冷静，我马上过来。现在看来，毫无疑问，卢波的嫌疑最大。这些我们都知道，不过您凭什么觉得卢波的嫌疑最大？这个是我的推测。我告诉你，卢波，你真不够朋友，你居然当第三者。你不是第三者吗？人家有老婆。据我推测，两个人在争执当中，卢波情急之下杀了苏亚培。你真是个不要脸的女人！你不要脸，他就不要你了！讨厌我的男人！然后装作受到惊吓，打电话叫我过去。这一点，到通信公司一查就能查出来。肖博士真厉害，真聪明，您逻辑推理能力真强。不过还是不能证明您是无辜的，队长。你这话说的可一点逻辑性没有了。什么意思？你想啊，啊，从健身房到苏小培家里走路不过10分钟。对啊，难道我能在卢波之前赶到苏小培家里把他杀掉，然后再赶回卢波家里吗？这时间是不够，不过对于您来讲时间足够了。这怎么可能啊？这怎么不可能啊？在您接到所谓那个苏亚培打来的电话的时候，苏亚培死了已经至少40分钟了。也就是说，卢波到达苏亚培家的时候，他见到的是一具尸体。队长，你这话说的我就听不明白了。难道给我打电话的是鬼不成？真是鬼，不过这鬼是人扮的。12号中午11:14，肖医生啊，不，肖博士，您接到了卢波给您发来的信息。11:20，您离开了诊所。5-6分钟之后，您就到了苏亚培家里。在他家里，您和苏亚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于是您动手了。不过我相信，在那之前，您就发现苏亚培不会轻易放过您，所以您才起了杀心。答应。哎呀！我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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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哦，你是说我？不是，凶手用红肠打死了苏亚培。对。这太荒唐了，你有证据吗？当然有了，在您作案的时候，您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第一个错误就是您收拾了苏亚培散落在地上的衣物。肖博士，您非常聪明，更是非常精明，不过有一个细节您并不知道，也不能怪您，因为您太太长期不在身边，所以肖博士您并不知道女人一般不会把洗好的裙子叠起来。
这就说明作案的人不是卢波。呸呸！肖博士，您这么做是故意让我们认为卢波的嫌疑最大，不过他很快就精神失常了，这恰恰让我们得出结论不是卢波干的，因为卢波的思维不会那么缜密，卢波处事也不会那么冷静。肖博士，您犯的另外一个错误就是那根红肠。您应该发现了，那根红肠缺了那么一截。其实您早就意识到那截红肠头已经飞出窗外了，于是您关上窗户，冲干净红肠上的血迹，并让它化冻，凶器也就消失了。您认为我们肯定找不到那截红肠头，跟您想的一样，我们是没找到。不过肖博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肖博士，真不凑巧，这截红肠头砸中了楼下的卖报人，而我们最终找到了他。对不起，我还是搞不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怎么没关系呢？这肯定有直接关系。肖博士，据我们那个捡到红肠头的人证实，他捡到红肠头的时候正好在收听电台播出的相约五十栏目的开始曲，那个时间正好中午十二点，也就是说苏亚培的被害时间是中午十二时。一个死人怎么可能在四十分钟以后给您打电话，给卢波发信息呢？苏亚培被击打之后不一定马上死掉啊。如果苏亚培没有马上死掉，那他苏醒过来第一个要打的电话应该是110，而不是您。那怎么解释苏亚培打给我的电话呀？这可假不了啊。嗨，肖博士，我可以给您打电话，您也可以给我打电话，那您怎么就不能够用苏亚培的电话给自己拨个号呢？端木队长，苏亚培的手机不是我交给你们的吧？是我们在现场发现的。手机上没我的指纹吧？是没您的指纹。不但没您的指纹，连苏亚培的指纹都没有，太干净了。中国有句古话叫矫枉过正，肖博士。真有意思。不过光凭这推理你还是不能逮捕我吧。肖博士，我等您这句话等半天了。不过咱们还是先说说苏亚培胳膊上那个咬痕吧。什么？苏亚培被咬了一口？经鉴定，苏亚培胳膊上的咬痕和卢波的牙齿排列一模一样。这怎么解释？肖博士，是您咬了苏亚培一口。您忘了在我办公室里您跟我说什么来着？可是那么硬的姜汁饼干，卢小姐的牙能咬得动吗？没问题，我刚给她做了两只烤瓷牙。我请教了专家，做烤瓷牙是需要病人咬牙膜的。在您杀害苏亚培之后，您又悄悄地返回到诊所里面，目的就是去取卢波的牙膜，然后再次返回现场，放好苏亚培的手机，并且用卢波的牙膜狠狠咬了苏亚培一口。肖博士，我不得不佩服您，在非预谋杀人的案件当中，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想出如此周全的计划的，这样的罪犯没有几个。端木队长，我也不得不佩服你，你的推理实在是太精彩了。不过唯一缺憾的是，指证我杀人的直接证据你有吗？肖博士，您看看这个，这是从您诊所里找到的卢波的牙膜。队长，
等一下，小鬼，我还有个问题要问你。你为什么要杀苏亚培？为什么又要嫁祸给卢波？这两个女人争风吃醋，你也不至于动杀机啊。当我接到卢波的信息去苏亚培家时，正好碰上卢波嘻嘻哈哈的从苏亚培家出来，他们俩在合谋敲诈我。肖博士，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端木队长给我的印象也很深刻，不过很遗憾。肖博士，我也很遗憾。队长，我有一个问题。问。吃一个棒棒糖的时间大概是25分钟，可是为什么没有用到咱们这个推理上？这跟考试一样，你考试之前得看10本书，真正考的时候就考你2本，但那10本你得照看。破案也这样。哦。吃个棒棒糖还是挺有滋味的。赶紧回去写结案报告。哎，对了，你别忘了啊，给我作证，那10根棒棒糖的钱是我自己掏的。行，我作证。哎，看报了啊！看报了，看报了，看报了！哎，看报了！各位，看报！哟，您呢，大哥？出头了啊哈！哎，咱案子怎么样？案子开始时候就结了，